哦，有椅子哦，有椅子哦，哦，绕了一大圈，有没有？野兽的巢穴绕了一圈，我回来了，你们都死了，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们都死了是怎样？鞭尸有没有？你们人呢、欸？啊，都死了！你们在搞什么啦？搞我吗？怎么人都死了？就这样哦？啊，人都死了？这么陷害我，然后就死了？收费250得你啊！我有钱呐、可恶的东西！哎，人呢？他还没来哦。我已经花了250喽，花250，你快来！Yeah！哇，遥远的村庄。好了，先回去了。另外一个是在这里耶，这上面皇后驿站的上面一点点就有了。另外一个是在这里，哎，我们先去这个好了，先去国王驿站上去找先知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首要目标先花掉我们的钱，哎，购物购物，啪的啪啾，哎，怎样？随便花一下就没了，钱一点都不多啊。有没有飞毛腿啦？买了，然后碎片呢？好啦，买了。哦呦，哦耶，一格，帅啦！灵魂可以多一格灵魂呢、欸。怕怎么救？帕特玛九。没钱了，300块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走人。安息之地到了，聆听。什么？站住，别动！那些想离开这个王国的人都被诅咒了，最好在这里休息，直到时间本身也在此休息。希望和自由，我本以为力量授予我这些东西，在我的梦中，我用骨钉将瘟疫驱离。然后将刀刃对准我国王。当我在这个神圣的地方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明白，有些，那些有着期望的人注定了毁灭。你还有希望吗，流浪者？你会逃跑吗？或者你举起武器，宣判我们的命运？啊，又要挑战梦之战士哦，man 啊啦！我现在先不挑战好不好？我是来花钱的，晚一点再说好不好？又来挑战梦之战士，哎，这里有驿站，之前没有来开驿站，是不是因为钱不够？有插槽了，哦，缆车插槽来了，我们进缆车了。哇，之前没有缆车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检查一下，按下发光按钮是。哇哦，有，哟吼，我们缆车到了，哎，到对面来了。坐这个缆车过来有比较快吗？我以为是金角虫欸。是。哟，哎，坐车，好，坐车爽。
坐车还有椅子坐。其实我觉得开这个比较像在开一个椅子而已。害我以为这是金角虫，被骗了。哎，这么近，是不是应该可以打一下？那个不要，我要先花掉钱再来打。你们不要阻止我花钱，我要先去花钱。先知出来哦，是不是在这？先知是不是这里？这里好像有发光。先知，哎，这里才是金角虫啊！哎，很抱歉，错过你真的很抱歉。如果你找不到路，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区域的地图呢？科尼法，哎，这个区域我还没买地图，你就跑了，好难呐！哎。我要买地图啦，还没买地图你就跑了。等一下，我不要这么冲动，开了就好，等一下再来说。先知我来了，库瑞灰舞者你回来了，让我看看孟子丁这么快就收集到100个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好像天生就会做这个？不是，我哪有这么快，我打那一只打很久。哎，先知，难怪守梦者会把你埋葬在这古老的梦境中，也许你的存在让他们感到畏惧，又或许身为囚徒的他们希望与你合作。无论如何你都有很长的路要走，那这个视频就当做你给你的鼓励，等你收集到200个精华再领我到这里来。哎呦，给我圣草印章哦！圣草印章要干嘛？啊？圣草印章，你已经拥有超过200个精华了！你是多么……什么？收集多么有天赋？你看到外面巨大的转门了吗？很久以前，我们的部落就将其关闭，并禁止打开它。但据我所知，我是我们部落唯一活着的了。所以我不必打破部落的规则感到自责。为了证明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会打开那扇门。哎，门开了。哦哟，那边的门已经打开了，你可以上去看看，上面的空地看看。那儿用心聆听，你会听到那些逝去已久的重生。啊！哦，哦。我去听看看，逝去已久的重生。哦，灵魂沼泽。嗯，又到了新的地方哦。哎，这片沼泽的虫子都在我的注视中，你得与他们尊重，就可以存活。如果你举起你的武器，我就会战斗。哦，所以。我们不需要举起武器，是不是？买我的饼干吧，它很好吃哦。哎呦，不错哎。小东西，注意你内心的想法。扭曲的心灵会滋养黑暗的行为，而我的心比绝大部分的人都要扭曲。我曾经为这份扭曲伴随我直至死亡，但我到了。可以拥有这片祥和气氛的林地，哇哦！小东西，你有怀有邪恶念头吗？我看不出来，你把它藏在自己面无表情的面具下吧。哎呦，好，好像每一个可以聊两三次哎。卖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哦，没有哎。好，看一下其他这个。我向你保证，旅者，我的骨钉非常锋利，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啊！我的骨钉非常锋利，太好笑了。来啊！我也曾经帮助别的虫子，他被带来这里的时候浑身病痛，我帮不帮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哎呦，他是医生哎！任何死亡对抗的胜利都是短暂的。
哇，都是短暂，真是悲观的想法、啊。哇，这边的村民很有趣哎。小家伙不要害怕，虽然我曾经被暴力与愤怒所支配，但现在这个地方和平的气氛似乎让他稍微停消停。希望我的外貌没有吓到你，我的确没有恶意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哎，这个地方好，我喜欢。不用打架都好，有没有？小家伙，你是战士吗？真正的战士可是可以在风暴中站稳的人。风暴中站稳了，小战士。打打打打打打什么啦？我曾经痴迷于力量，直到我在这片林地用时间洗涤了那份渴望。去追求邪恶的事物是多么愚蠢！没错，就是在讲你们观众，一直要我打。追求邪恶的事物，多么的愚蠢！这里还有吗？不朽，哎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以为我跳得进去，哎，结果好像不行，应该可以吧？再试看看。哎，啊，进来了。河的上游，河的上游，先知们哎、欸，哇、哦、又是国王的神像哎、欸，先知，这里都是先知。好了，那我看完了，河水的上游有没有？这里我都讲过话了吗？看一下这里，这个看起来好吓人哦。我总是不停地回想起犯下的错误，不要让你的错误成为你的负担，让它成为旅途上的标志。我脖子上这些面具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一直陪伴着我。这可比其他和跟其他那些奇怪的人交心来的开心多了。哇，这边的人都怪怪的，有没有？继续看一下，哇，这个人好凶哦！小家伙，喜欢我的骨钉吗？我持有三根，远不如传说中的描述的多，所以你是索隆。但是它一根比一根锋利，我只需要其中一根就可以击败你，百丁战士。其中一根就可以击败你。难道我的骨钉不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吗？它们闪亮的丁峰如此尖锐而致命，你还需要受到时间的洗礼哦。我觉得，你羡慕我令人惊叹的印记吗？我是你所见到生物中最杰出的，我有相当的时间没有见到同一级别的虫了。你看起来并没有背负高等的印记，也没有背负丁等的印记，告诉我。告诉我你是什么？你是高等生命，或者是一只低劣的蛆虫？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。我们继续往上好不好？这里也有，哇哦，这个也好帅哦。在森林中感觉到，森林中历险感觉到什么样？我给你一些建议，不然你擅长通过各种地形面对困难境中，不然你就到不了这里了。你这样的小东西都能给人如此印象，我觉得自己是战士，但我甚至没有对你举起骨钉的勇气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别害怕我腐烂的形体，虽然我的身体蜕变，但我内心恒一。我这个好大只哦！生活中有所有问题都可以用压倒性的力量解决。我一直信奉这一句简单的话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孱弱，建议像我一样做。哇！小虫子，记住，粉碎你的恐惧，消灭你的问题，碾碎你的敌人。哇，好至理名言哦！碾碎你的敌人。
不要凭外表来评断我，虽然我身体很小，但我有一颗漆黑的灵魂，渴望疯狂的缠斗。反正你不会有勇气面对我。这里都是战士哦，哇，战士之坟哦，感觉每一个都可以拿那个挑战梦之战士的感觉。听，一个冒险加同伴，你在环游世界吗？我真想和你一起旅行，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恐怕我已经失去自己的目标了。真羡慕你能毫无面恐惧的面对这个世界，我应该向你学习。我很怕，好不好？我随时都害怕，我怕死了。小心，我身上有一层酸性的保护膜，我不想你被灼伤。这是我们族的身体保护系统，虽然在遇到别的虫子时候，这是反而是个麻烦。别靠得我太近，我不想对你臭。哎呦呦，每个虫子形态不一耶。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，他是这么说的。虽然我很久以前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哦，你在等你的人吗？别去烦，去烦别的虫子吧。你不是我等的那个人，去烦别的虫子吧。一个旅者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做过很多事情，但我怀疑你经历的比我还要多。我很久没在圣巢洞穴中探险了，现在的洞穴也许比我历险的时候更加凶险，但你有这般干练的气场，外面的困难应该难不倒你。祝你好运，外面的世界还是很辽阔的。我觉得你觉得一个儿子拿武器很奇怪，毕竟我们是逆来顺受的种族，但我可不是唯一一个拿起武器的人，应该是的虫吧。另一位去世界边缘了，他渴望揭开一个被遗忘的真相。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这个话比较多，我好胖哦。我来自远离这很远的地方，虽然我的外壳看起来有异，但本质上和你一样是虫子。你也是一名战士，我看你持有骨钉，但在你的外壳似乎没有发育完全。以你目前的状态，去探索如此危险的土地，似乎不是明智的。他还嘲笑我，说我发育未完全呢。啊，看完了吗？哎，这里有树纹。咚咚，好了，没了。去收集灵魂吧。这边是他的村民还是那个啊勇者村啊？你不觉得很像？个个都觉得说自己是勇者，有没有？个个都说他很强，进来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哦。聊完天就结束了。嗯，先知啊，会悟者你回来啦，让我看看梦之钉，等你收集300个灵魂。精华不是灵魂，再来我这。啊，有时候梦境会变成已逝去人形的外形，这样的梦境蕴含着丰富的精华。仔细搜查附近的纪念碑、坟墓或纪念碑。我在安息之地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念碑。一旦你下定决心要去惊扰，沉眠之人的梦境，你就要做好战斗的准备。我还没有300个哦。啊？哎，我几个了？哎，哦，274个。哎呦，哦。274个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我怎么莫名其妙来到这了？哎，这里有一个。梦之盾，什么鬼？曾经被一个塑造梦境的部落使用的防御性护身符，什么召唤出一面随时跟
跟随持有者的盾牌，使其受到保护。梦之盾欸，三格欸，好多哦。对不起，我也觉得这个蛮有用的，可是现在短手我已经混不下去了，手太短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混了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去挑战一下那个。